的举球。这球被带起来，这球被带起来，顺风打郭大强。哇，王正堂果然是这两场比赛富邦打的最悍的一个，直接横过大强，3-11。棒炸裂啊！哇，前面对战的打者这一球很有效果，对王正堂没有，太猛了，正堂100%的打击。